делать?轻松的，嗯，你可以试着用 edge 弯弯，因为这里好轻松。我不会 edge 弯弯，就是直接直弯不刹车，因为你没有要刹车的压力。对，你就这样子直直下去，一二三。那这样子，好像要半蹲一样，往前压压鞋舌，嘿，就这样，只做这件事就好了，然后弯弯看，踩对脚，然后就弯，然后觉得太慢的时候就换另外一只脚，我快要摔倒了，那算了，不用了，随便滑就好了。我很难用到哎、欸。嗯。因为已经跟你的安全习惯完全相反，你的安全习惯是这样就安全，但实际上是这样才安全。对。嗯、然后你一有摇晃的时候，你要练习的是新的位置。嗯。但是你的身体反应是旧的位置，所以你就会开始前后震荡。嗯。那就逼不得，除非你就是专心练，还是那些老招式啊。还是练往前就对了，往前或点杖，或者是说你看，你看我这边，你平常点这里，你有没有办法点去这里？这里那么平，点到这里都可以点了、哦。对啊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走吧，随便练。我觉得我眼镜上半截要开始雾了。嗯。好，你走。好像蛮深的呢。对啊，我滑滑看好了。你小心哦，怕怕怕。看今天这里会是滑梯。
右脚最上面一格要再付一个一格的台阶。这样子进去滑，就是我姿势对的话，就是不管是我他没办法跳，啊，他没办法跳，跳不跳的，不怕的。那怎么太？不知道写什么，啊，那边是写左转，左转右转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到底是可不可以玩？他是写未压解析域吗？又换了一个叶子，大片大片的，哎呀，轻轻的，飞呀飞，飞呀。你的都是，你的也是，我的高破只是抓人哦，不够的。打爬可以看。降在上面的感觉，欸，你的额头也都是血，真的，哦，我来拍一张，啊，我还不能直接拍，习惯是直接拉开拉链，结果上面都是血。那怎么办？你现在要擦高破？擦高破，但是你的额头。你有看到洞啊？有洞，然后有雪在上面，它就要被你额头融化了。在那边的边边。哪边？边边。额头的边边。好了，没了没了，弄掉了。那帽子说来去啊。帽子是在啊，但是它不可能一直在那边啊，没有东西去固定它。这样呢？现在好了，但是你要小心起雾。这是在上课的。我跟你。啊？啊？什么？我跟你啊。哦。我都滑得乱七八糟的。
你进去玩的。你要进去啊？不要进去。为什么？我多好几次再进去。哦。欸，我刚刚一直说右脚要加深一点，忘了做。怎么那么差劲啊？这可能很深呢、欸。没办法帮第二个加一个，松松。好吧，走吧。没有要进去。哦。那这有点难出去耶。可以切过去吗？反正切总该可以吧。看有多深，还上不去嘞。千辛万苦。嘿，嘿，嘿。切过去。我去。有吗？你要跳跳兔跳过去看看啊！好像还好哎，还比较硬哎。对啊，因为大部分都被人刮过了，还跳没办法跳跳兔嘞。没有。是要跳跳兔出去了吗？你要进去啊？你不是不要？下不去、欸。哎呀！我也像你说的换紧一点，但是我刚咬下去，那我好想吐哦。左脚也要弄紧一点啊。因为其实鞋子很松。紧一点了，没有弄上面，弄下，有一点，脚的也有头动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既然对面是汤达拉的话，都没看到什么人。他这个缆车没开、欸。不是，我说嘎拉自己有开的话，他那边缆车也有在动啊。这个缆车没在动啊。有啊，你现在仔细看，他有没有在动？有吧？嘎拉的缆车有在动。哦，是哦。对，但是我就看到雪道上没看到什么东西。可能没有人滑这个雪道吧。对啊。好吧，走吧。我看紧一点，有没有带脚麻掉？
可能打你手原本那只哦，那你原本那只也要拍大。我真的很不舒服。动一下，突然一时有那个感觉。
两粒雪。你讲是？好、啊，走。觉得我产了一个很像棉花，很像很棉花哎，对啊，很棉啊，很棉啊，你要捏它、啊，这样，然后看看质地如何。走左边啊，左边，这样走左边就用不到上那么高了。嗯，到了缆车那个绿线，嗯、接着再右转，再去那个绿线，那个绿线我们没滑过。哪个？那个啊，有个地方我就说，哎、欸，奇怪，为什么它有一条绿线？下山不是黑线吗？嗯哼。结果那条绿线就是绕过中间区，从右边下来的那条就是绿线。哦，然后很外圈那个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你会想要看看吗？去看一下。那现在吗？所以现在就一路滑绿线过去。现在滑绿线过去，先从红的再右转去看绿线。哎、欸，你不是要去最山顶的绿线吗？不是不是，哦，您说那边没去过，但是我不想坐山顶那台车、啊。有这么不想吗？因为那里如果一堆人在那边上车的话，你不是觉得冷吗？那冷又被挂在上面，然后它停住的话，就只能在上面吹风。要看看有没有。
天只剩一。我看着你的，我看起了打到他的时候，没有，你就这样看你的方向，觉得打到他的时候是就会弹走。天天现在没有任何血打到他，你也是啊。这些人，哦，做到这个功夫。我把它看到最上面，老师告诉他们，来换边，右手左手，要叫他自己走。直直走，又觉得停不下来。站起来，他站起来挺不住的话，他应该要那个啊。这个家伙是会的，很快、欸，他的忍受度很高。对不起，是女生哎、欸，应该有粘住了，粘住了，是我粘住。你也有一块，你的在正中间上。教练看到。教练放他，教练放他也往前，那教练放开他就倒了，身体要往后倒，不能往前倒。教练要一直走来走去啊、哦，一个一个让学生体验，让学生体验。滑行板。对，这个脚步都往外。下镜头，好了，好去。去哪里？先去餐厅。餐厅那个餐厅吗？对啊，下面的岔路走右边。我来，啊，滑下去吧，滑下去吧。我就来了，你，我刚不知道要冲过来，好不好？没有流动力。不然从下面切过去。我怕过不去，算了，就算了。哎、欸，现在打嗝就跟咖喱一样的效果。完全就是那个味道。这个要去哪里？你看这个。初级。斯布丹 cos。哦。哎，累死我了。我来了。
这样。哦，只是底下而已。你有要抹一下过后吗？我。啊，是哦，可以啊，抹一下。有人来了。可能他们会很紧张，我们两个卡在转弯处。还好吧。好了，有人说转弯技巧不好，就是会摔倒。这个人看起来还可以。差不多十分钟。原来刚那边下来是那边了，我刚才想说要去坐哪个缆车。有，我是从缆车后来餐厅出来，我就说，那个苏苏浪绿线是怎样回事？我就说，不是下山脚只有一条黑线，怎么会有一条绿线？接回那个路而已。我以因为那个方向，我就以为它是到山下，结果不是，是来这里。搞不清楚方位，我们要一下，几乎没有。还有一点点。到底是几率来讲，因为现在雪变小，那我进去装一个底下了。装啥子？他在装 GLS， 他要诀是头要软。对，它转完弯之后，它就转过来。对，然后往前，你看，这就是一开始不行的状况。就是脚尖的 edge 的时候，要停的话，要中间，对。然后他是说一开始要转弯，他就说就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身体朝前，教练说这样。背后，假设现在前面是三下，然后我现在背后，它转成正的时候，要这样，上半身朝前就对。上半身朝前，然后你说，然后脚是往后勾啊，然后大部分人是整个身体往后倒啊，朝山上倒啊。你是说是用前面的那一边是插地上？不是，是后面脚跟那边插地上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脚跟呢？脚跟插地上。然后头要朝前呢、啊？我怎么看到别人都是脚尖插地上啊？脚尖。对着山这样子。啊、对着山下。哦，对着山下，那是脚跟啊。刚刚教练在教一个弯，上弯。就是坐下停止板。
大家到一起的地方，这也不错啊。他们至少还可以选择，他们可以上去那么你说，就不用大家都学实地，有人就是对什么某地区，这个在帮忙铲平地来，对，整建雪场的好伙伴，这是教授教练，我偶尔回头看一看自己就好笑了，就到处都看一看就好了。因为刚刚那个好辛苦，那个是一个拉我们扶住我们下的那个，不过还在。这里有一个人正在走路，他用一只脚走上去吧。他是教学生说我们要往哪边走，然后去，叫第一个去，对，第一个就去了。你是不是想要进去？没有，这里不用。有，走了。赶快接，赶快接！嗨，莫西莫西。嗨。嗨。はい。部屋の方からは見つかっておりませんでして、はい、館内のお忘れ物も確認してお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、ちょっと現状であのお見受けできていない状況でございます。うん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はい、大丈夫です。はい、恐れ入ります。はい、失礼します。失礼します。失礼します。自分で言うと、那是台语啊。失礼失礼失礼啊。欸，跟台语一样啊。啊，用台语记就好了。失礼是吗？失礼失礼。嗯，对啊，好好好。你这也是失礼的。对啊，我就一旦错就一直错，前面又要冲了。啊，所以他说找不到。对，那很好啊。你要去要去哪里？要冲啊，因为下面很平啊。哦。其实我一直觉得，就是我应该不知不觉就把它包进去了。好啊，那就走啊。好，至少问过了。对啊。滑得乱七八糟。右边，
袋都丢进去，丢进桶。如果你是拿塑胶袋拿过来装，好像很有机会。我好像是把它移到行李箱上面，然后才把它放进去。所以就只是一线希望这样。嗯，也许根本没掉，那当然找不到。我本来就这样。哎呦，不是让他打扫了被吸尘器吸走了就没机会了吗？我真的只怕这样啊，因为我想你怎样重新回想一下，你是说你在电视昏睡之前你就看到他？没有，我是在我要去插帮我的手机插电的时候。那你是什么时候去帮你的手机插电？大概九点十点吧，不想滑手机的时候。那个时候你已经昏睡过一阵了，我已经醒来了。对啊，哎，对的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躺在那里，已经撸完了好一阵手机的状态。然后，那你后来就开始查东西，就查，然后再查找。对啊。然后你就说要睡觉，然后我就噔就起身，然后就说好，关灯睡觉。对，我就叫你关灯。所以这个太难了吧。他这个怎么上得去啊？啊？这个怎么冲得上去？你说这边几层楼梯啊？这是教练教他们说，你有很多雪不要怕，这样直直下就好了。这是给他们体验的机会，其他人要体验还未必体验得到。你有这么多雪吗？没雪的时候，对啊，这是一个这种坡度下帮你降低难度的方法，你只要一直铲雪就好了。就快快慢慢的这样，不怎么快不怎么慢。感谢他们准备雪场，能弄平它。对，我们也可以啊，一路测降这样。好累，而且我测降不好还摔倒。测降变的，上半身的重心会变的。真的。有啊，有穿好，没事。点赞，我是不是滑？上半身跟下半身。哎、欸。我在这边，然后下一个。这次是对的，就是有一种。有一种我的上半身一直是这个样子的状态，我的小办法爽这样。
那脚要能转，那一定是放松的状态，就有一点像说预备动作。要点之前，当就松，那松的那一下就板子就可以转了，这样。要先有那一个蹲，那接下来才能感受到那个松，然后那一下松，板子就能转。对，有点像要点之前要下去，然后点下去又要弹起来，这样。然后可以偷偷的那个转的时候，另外一只脚可以偷偷弹起来，因为这样子就会比较好转，因为没有抬起来的话，这只脚可能会有点卡卡，就跟练平行的时候转弯一样，可以偷抬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子。我的反应很慢，是不是？起来的那一瞬间，会有一股力道会带动你，有一点要快浮起来，没有真的浮起来，那个力道就可以让你转下去，这样。但是，为什么可以这样呢？因为这个时候啊，上半身已经这样子，所以呢，因为上半身是面向山下，这时候你的腰就有点像弹簧一样，因为你已经上半身过去了嘛。我没有转呢。你要怎么样做呢？其实还有另外第二种练习法，就是这样子撑住，然后我要当把脚当作圆规哦。你这时候只要想我要转就好，其他都不要想，那就这样子。我把这个当扶手，我只要转分，像圆规画完。没有滑很远哦，有点像是我不会滑雪，我扶着这个扶手下一层楼梯。那我的脚会打结，不行。对啊，有点像是说我现在不是在滑雪，这样不是在滑雪，或者是左右脚这样子，左右轮流踩也可以。这样转得很小。就这样转得很小，这样。哎，有。哎，真的，就大概是这样。好，那只是辅助练习的方式啊。或者说，你平常，不用练这个，练大弯的时候，就一直左右轮流，左右脚轮流踩就好了。左右脚轮流踩做得到的话，就表示你的重心都对，重心在两个板中间，这样。我可以一直这样滑，这样。这里要左右。到处都可以啊，你有办法这样做，就表示上半身绝对是对的。我们就不用强求说要凹多怎样，因为做得到这个动作就表示重心对。但是不是只要这脚踩着，这脚放空而已、啊，就这样。为什么变成左右互相踩？这只是个练习的方式，不是说滑行的时候真正要这么做。只是这个可以帮忙检查说重心有没有歪，例如说，我就叫你要往下，你就说我有啊，但是我看到的是这样。那这样子的时候绝对没办法这样滑。对。那是走错路要。两个没听老师的话的人。错失了岔路。就他们应该回不去了，那很累的。
有哎、欸，有、哦、你的，你的有哎、欸，你的一点点很小，你的也要摸，你的湿湿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走吧。哎、啊，这边好。有一点想尿尿。去看时钟多少？应该三点吧。我觉得我是踩着这只脚啊，但是我的板子要一直晃啊。嗯，你说你的晃是说会这样这样？对啊，就乱动。那去就多练嘛。五次太多了吧？现在算一次吗？一二三四五，五大概在45分。对呀、啊，好，那、哦、五的话还要上去吗？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四就好。好啊，那这四次我就要进去了，不知道花掉多少时间。里面罩上应该也都是湿的，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，它是水珠，嗯，不是冰，嗯，还不够冷。这到底几度啊？不热吗？不热，不热，不热。我觉得是零到负五，但是因为没有很大的风，所以现在这边都还好。太误了，忘了要来录。
是很惨的，不见了，漂亮的雪山。前面会不会太近？你去红色橘色棒一二三四五第五个棒棒，哪里是第一根？第一根是这一个很孤单的这一个，当然是这里，好，这里可以。我不要，我抽死了。我会来录下面啊。好、啊，我录这个。
最后一段对不对？对啊，跳成那样。现在是不是变得超清楚？超清楚。你不觉得现在能见度变很高吗？嗯，好一点。但是我写进雾掉了，上半截，上半截。15、30、45、15、25、35。35或40坐的那一班就是最后一班了。
就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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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压得硬硬的。没有啊，它的有红黑线那条上。我的鞋子，你看你的是也是，对啊，都是啊，就骑的都是、啊、鞋子哦，绵绵冰啊，绵绵冰，还用手去摸，绵绵冰。他、啊、那个房间，我觉得暖气开太凶了。哪一个房间？就是放血迹的那个，有需要开到这么大吗？啊，因为那里是拉克啊，还是它有干燥器、干燥室的功能。嗯，所以就需要开这么大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自己是明天还要滑、嗯，但是我们今天放进去，其实明天早上它就发了。原来是干燥室。会快要减速，怪怪的，减速怪怪的啊！那就这一道，我刚看了一下，觉得就只滑这一段。我行吗？会不会出不来啊？
去那个刚打电话那边是有厕所，那边有啊，而且那边感觉那我去那边上厕所，那边去上吗？你有想上吗？我也想上啊。那我就我只是想说撑到要，但是我就蛮想尿的啊。对啊，先岔路右转，可以变成就是 YouTube 这种的，很冷。其实我的影片大部分都是有很多时间也在讲说要不要聊聊。那也可以把那个剪掉，把那个剪掉，剪掉尿尿都不对。
么用的力字体给我一看好看。谁的 V 谁的？刚好，那帮我关，是你关机啊？我没有关机，我在想他是不是我的电没插好。这里有好浓的灯油味啊。嗯。我关。